今天有注意到的就是摄影机的演示模式，还有的设定要对，我会介绍这个线的接，还有就是 OBS 必要时要会重新开机，还有学这个设定，设定它这里有音讯，还有影像的一个截取的界面，还有介绍这个设备，这个硬体设备到底会在设定那边的一些重要资讯。好，你就退出去。好，结束直播。好。OK。继续。全部关掉。好闭。那我们现在从头一次了哈。好，从头一次。我们现在从头操作一次。当就是连线都接好了以后，确定连线。然后打开 OBS。先打开 OBS。打开又确认声音。两个声音，一个是麦克风，一个是摄影机的音效，都有了以后有反应，那个包会跑，然后荧幕也有了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去把YouTube 叫出来，打开，那 YouTube 在要确认是在爱家贝的这个里头，爱家贝的这个里头。我们就从这里来找出我们的 YouTube， 那 YouTube 的这个建立这个摄影机的样子，然后加就是正建立，我们要建立一个直播就从这里，所以这边就是一个进行直播，进行直播。曹老师可以，目前进来以后，我们就按编辑，因为要为了要两个事情，就是一个是金钥，然后一个是时间，先编辑，这个是编辑时间，编辑时间，然后标题改，我们现在先写测试，自己，好，爸妈。测试。好，然后这边进来，来储存表示我们确认这个。那另外一个是，影像的部分要跟OBS 里面让它知道它的金钥，所以呢，金钥是这个 OK， 好，复制，然后。就贴到复制之后，就到 OBS， 不用到 OBS， 对，然后再点开那个设定，对，设定，然后到串流里面，串流，对，然后这边，对，然后你点两下，然后再接上，对，然后套用，好的。好，因为有时候是金钥的问题。好，那确定完以后，这边来开始串流。好，开始串流。我们看到它这个亮起来。绿灯的话就是串流是正常的。对。如果跳到黄灯或红灯的话，就是代表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拿回来这边，我们就会看到这边已经出来了。对。OK， 所以这个就已经。现在他是直接跳进去直播的，那不然的话，就是这里应该是会有一个那个 standby， 对，这样子。好，请你就是这样子。OK。现在在安装。接这边，这一个。还有呢，这个是 offline， 对，那个是。然后接在这个方向接过去，这个就打开。现在都接好了。接线哈，真的能保持在这边。然后只有这个加在接在这个上面。后来先放这个999。
而且它一个是三破的，十而已的，够用吗？太好了，看，但是这个现在都没在用了。如果是全部把它都在接来这里了，有点这个太短，所以后来干脆我就把那个都保持那里，它这里只有这个接过来。你现在网络现在没有网，没有联网了、啊。啊，还没有。应该都是该有。没有联网，只有 WiFi 吗？不是，你们的网络是哪一个？我们是那个台北166。哎，不是，这个是。不是，我要用，我要用有线的，有线的。这个、你们的有线是哪一个？有线的，对，他怎么应该？没事，等一下。连线是可用无线的，不对，楼下没有开吗？未连线。对呀、啊。那、这个，所以你这个楼下网络没有开吗？你没有收到这样。会有人关吗？会有人关吗？对啊。你一定有。不会有人关吗？对啊，那不。你一定是家属地方没有做好。还是你们这个线坏掉？对。啊？线是吗？所以上面有没有？哦，是你们线有没有可能坏掉？应该是，会不会是有一些？这个是有，应该有接。神没有马上出来，应该是没有。可是神说，他也好像没有，不晓得他有没有开到65。如果你并没有做，我讨论。呵，所以另外一条网路线。最出手的果子是归给神的。你知道，早期台湾的教会还是比较农业时代的时候，真的哦，真的有一些人他们是种田。他们出手的果子就是那个，比如说那个稻米，好，比如说那个柚子，他们是把出手的，真的就献到上帝的面前。你看，出手会不会联系？但是该隐他有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尊荣上帝的？圣经上没有讲。你换我路线了，对，换另外一条。那就对呀、啊，等一下。所以就像那个什么，必恋慕，恋慕是什么意思？就像那个一个女的在敲那个门 ，WiFi 耶，她一直想要去诱惑，一直想要去勾引该隐。哎，等一下。可是呢？就是。上帝说你要试试。不是你们是突然间变这样吗？是像一个诱惑一样在敲。连线到网去网络，这个都是无线啊。对，这是无线，这不是。请问你有没有？喂。我明明人家告诉你不可以做，可是你还是去做。嘿，嗯。这个非常模式。现在我没有，现在模式是可能是刚刚那个牧师去用到的。对，因为刚刚一直在 WiFi。没关系，我现在想要把它。现在 LAN 这边是有连上的，其实 LAN 这边是有连的了哈、哦。那但是，因为我们要有没有连线是看这个、啊。这个对对对。哦，那、啊、你那个。点开之后哈，这边有没有连线？其实我们是看这个，对对，我们是看这个哈。所以说你用 WiFi 行不行？行，但是你的 WiFi 要够劲、够强哈，不然的话一定会顿。好，然后现在这个就有连线了嘛哈，哦，有连线了嘛哈，这个没有问题哈。好，那我们这边，那这样子来讲哈。可是我们那一天，可是我那一天，我是影像是正常的，是没有声音，没有声音，对，对，我不晓得为什么，那影像都很漂亮，对，不晓得为什么。这个，好了，现在哈、嗯，现在哈，就是这个的设定的属性，这两个的属性，麦克风，等一下，对，等一下，这是我后来装。你可以说你弟弟吗？他不在这里，是这个，那是有人有拿麦克风是不是？那个是那个钢琴下面的麦克风。哦，钢琴下面的是不是？对。哦，哎，那这就有声音了，那就有键盘了。对。好，然后来是吗？对。那有键盘了，有键盘了。我看一下，是这一支吗？应该线路三了。对，没有错，是这个。是线路三吗？这种是线路三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Line的。哦，那这个 OK 了。有进来的 USB 的那个后来伤了的那个。后来再抓的时候，这样子才。对，因为你们要设定那个了哈，另外一个是从这边设定。是。设定这边，那这边有个音效。哦。在这边。都在这边。哦 ，OK。是这边的设定。设定对。进来。都在这边。都在这里。对对对对。音效都在。啊，因为你一点下来的话，我们有多少个音效，多少的东西都在这边。都在这上面。对对对，那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是用那个。
那个是线路的，线路山，线对线线这个山嘛，对，我们这有时候用这个东西嘛，对不对？哦，那对啊，那这个就 OK 了。对，那怎么证明？就很简单，你把那个拉掉，或者是把这个拉掉。哦，把这个或那个拉掉，是，对，就没声音了，就没有声音了。OK， 哦，这表示这就是这一台的啦。对，没有错啊。OK， 我们可以求证嘛。Yeah。啊，你如果说一样的道理，一样的道理哦，一样的道理，从这边点开，你把那个拉掉的时候，这个也会不见。啊，因为它读不到，因为它就抓不到这个东西了。对，你一拉掉，其实你点出来的时候，它就不见，它就不见了。对 ，OK， 哦，那就是可以证明说这是同一个是这一台东西。对，那你们现在出去是没有声音吗？这个上面是个没有声音。啊，这个是你们那个，来，我跟你讲，这应该是这个声音输入嘛，哈，来，一样的进去嘛，因为你们现在就全部都点在同一个，那你把它弄到一个出来音效。这个数位音效界面，你需要做特别做吗？是的，你有开吗？我只有对那个幼稚园的小朋友问他们说，有开吗？有开，有开。希望你已经长大了。对，上面的虽然是这个摄影机，绿色，没有，这个东西它应该是，这个绝对是设在这个了。SPDIF 就是那个，哎，等一下啊，是设定在，哎，我的那个界面不见了，是音效界面，哎，那我设的那个不见了，我们那个摄影机上，对，我们摄影机上面的那个不见了，没事，我来，因为摄影机进来。整理房间，差不多是要整理房间。因为你整理得太干净了，你爸妈会说。嗯，不是，这样过去，所以这个。好，还有呢，爸爸妈妈不希望我玩手机。因为三四六，因为就没错。科技冷漠，科技冷漠，真的有意思。到最后，我爸也跟我一起玩手机。所以，你当你有话跟爸爸讲，说爸爸玩手机。因为这个品牌就是写在这边嘛。ACASIS。对对对对对，正常是这个，可是问题是这个为什么会没有声音？对。哎，这个为什么会没有声音？等一下哈，我看一下。嗯，因为你们现在那一天出去的声音是完全不见的，对。就不晓得是。这个有被关掉吗？没有啊。没有，这没有被关掉。下面没有什么关系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对，使用中啊，有啊。等一下。第三个关。我现在跟你讲话，他已经收得到。就是吸烟上面打的吸烟那个戒烟。有一个轨，截取音讯输入。应该是摄影机的，就对啊，是摄影机的，对，哎，为什么会？等一下，那你们现在是这个没有声音过来，是，像你们现在是这个是，对，这个没有声音过去，等一下，是不是它上面的 menu 的那个音效关掉了？啊，是不是被关掉？对，嗯，麦克风，然后重点测光。他都还跟我讲说，哦，这只脚是不是很丑的？这边，嗯，这不是我爸自己跟我讲吗？对啊，没错。所以你爸爸会陪你一起吗？就是他跟我爸。我爸现在都陪我一起。现在不会了，他做完了。是哦，爸爸妈妈陪你玩的时候就是。相机麦克风。其实有些时候，内置可调麦克风被关掉了。哪里关掉？内置可调，这个被关掉了。内置是可调麦克风被关闭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它被关了？但是我常常哦，对的。设定可调麦克风，要把它打开。它只要一念，它就生灭那种声音。这样打开之后，还是没错。没有声音。还是没有声音。跟我阿妈说莫名其妙
自己把遥控器弄丢，然后做一次下跪啊，右下的设定，然后打我，然后手，看看右下的设定里面有那个没有坏了，那只有电池喷出来了，看一下音量，音量最大，音量最大，对啊，但是唐浩有没有被影响？还有没有什么音效？没有，他更早。下一次，没有。说小鬼阿布爱手机耶，是吗？没有，这玉桂算反的。好嘞，你觉得只有声音而已，刚刚只有那个。对呀、啊。你们没有耳机吗？相机麦克风有那个，等一下你退出去一下，它有一个那个相机麦克风，就是设定。那我知道。对对对，这里面。我跟你们说，有一些相机麦克风，哦，刚刚就是看到这个嘛，对，他们已经开了。上次那个上次那个管它开关掉，是因为让它我来看看，等我一下，好好。你没有制服那个罪恶。好，下一个。你们哦，你为了怎么样避免你自己去受到诱惑跟伤害？哦，我会讲话。如果真的不行的话，我们就把它重新。OK， 没有错。就是微软教我们的。我们现在重新出实话。就是微软教我们的。我知道，反正我就是，要么就是重新开机，要么就是。现在重新开机，出实话设定。现在会不会回复了 ？OK， 试试看。还是没有声音。举个例子来讲，如果你自己在房间里面开着电脑，你会乱看一些东西。那你要不要把你的电脑搬到你家客厅？看我去客厅，我就看讲说你的手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，你就把你的手剁掉。接下来的每个人会拿到一张，好来那个去后面拿装。这条白线是接网路线，这个是好来，请立的。哦，声音出来了，你看。那如果发现问题在哪里，好来。这条线。知道了，赶快跟我们分享，你们暗岗。呵，阿娜，你知道？好。他刚刚，因为他刚刚一直弄不出来，所以他刚刚一直弄不出来的时候，是因为他。还在上一次的 OBS 上面，那就像我们的荧幕有没有出不来的时候会在这样子，那这个时候怎么办？就是重开啊，从把它关剧关掉以后重开，但是现在哈，现在有了公司发现啊，因为刚刚我们在没有的那个画面上，我们其实调了，但是它的那个，但是调了，所以后来我就让它再。重抓一次了，他重抓一次，他就抓到了，对，他抓到了以后，问题现在影像没有，音响有，哎，有了，没有，那这个就正常了。我跟你讲，是他这个软体上，软体上 ，OBS， OBS 哈，对，所以因为我要求证说是不是 OBS 档，然后我来，是，对，然后你现在可以证明是 OBS 档。是，因为这个集区卡哈，集区卡的话它是，背景 BMI 的话它是数位，它数位的话是影音，一起走，它不会说，除非说现有坏掉以外，那不然的话其实它照理讲它是影音一起走的，对，所以说照理讲不应该说只有影像变了的问题，那因为我之前在使用的经验是 OBS。有时候都会宕机，所以那一天我讲说，是不是要重新开机、重新关掉、重新开机？对，就是这个 OBS 的。
有时候也会这样，就是说，我们调了，但是我们调了以后，那比如说影像这个没有出来，那就把它整个关掉，关掉，然后再重新，OBS 关掉，对，软体关掉，然后再重新开，对。啊，如果说要一样，就是音响没有，或是声音没有，影像没有，或是声音没有的时候。可能关掉再开。对，就因为我刚才跟各位解释过，就是说你从设定里面去看的时候，是哦，你如果说这些都 OK， 音效这边都有也抓得到，嗯，影像也抓得到，嗯，那就应该是没有问题，应该没有问题，应该那个就是那是它这种会出现的问题，大部分就是在它的OBS这个软体上 ，OK， 它常常会有问题，是因为我们就是说，其实就是要去先去确认哈，其实。我们一般的做法都会是这样啊，就是哦这边有个内容，装置管理，就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子，它只位置不同哈。那你注意看一下哈，这边会有一个音讯输入输出，是我们的在这边，包括我们的在这边，包括这一台那一台都在这边。这一台是哪一个？这个台是线上三那个。USB 这个。线三。它就是声音呢、啊，对。哎呀，如果是这个的话，它我们的那台在这边呢、啊。AC 这个是这。对。这一台 ACASIS 那个。声音的话，蓝色的是这个都是这个啊，这三个都是。这个都是啊，这个都是只要外接的声音，三 USB 的都是。这个都是。只要有数字三的，就是。是，所以没有这个是让你们去确认说，我们的硬体有没有抓到它，那时候是不是正常？不正常的时候，它一定会有个惊叹号。那这一台在哪一边？就是三的这个。这个哈，三 USB 不是，它哦，它的是蓝色的跟黑色的怎么分辨？它的是哦，它是网啊，是这个，它是这个。哦，它在这里序列，它在这里会流排控制器，是那个，对，它是这个不一样。然后三的 USB server 是不一样，对，它是透过它虽然是透过它让它抓到，但是这个也是会被抓到，会出来。啊，所以说我们外接的东西，那怎么去确定？确定是因为这个是属于硬体部分有没有抓到的问题，它那个是属于软体。那这个是硬体，就让你知道，就是说上面接了。像外接的三个东西是不是都正常？一定正常。这就是这叫一对十啦，这是一对十，所以是这个。对，这是一对十。一对十。对，是这个。那这个线路三 USB 这个 sound drive 是这个蓝色的。这个。好，那可不可以教大家影像要抓哪一个？接下来影像是，因为它现在影像的部分好像有更新软体了，所以有一些接下来这里 OK， 但是现在接下来的那个你看走那个 YouTube 的时候就现在就跟以前不一样。我跟你讲哈，你如果有没有连会跟以前不一样，为什么？你看一下，为什么会它就跟以前不一样？本来哈。它是直接沿用嘛，啊，现在直接跳的是另外一个，就是直接跳这样的出来。嗯，然后呢？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，那就好了，不晓得按哪一个，就比如说，就按直播啊，全部打勾啊，没有，我们后来就按安排了，安排。按前面的直播，左边的直播，对呀、啊，然后你直播，然后他就会去抓那一边，他就是原来的那个沿用什么那些都不见了，那个设定那个什么儿童的或者什么那个都不见了，在这边啊，这边有什么金钥什么东西，那边都有啊。啊，如果没有就没有，就直接跳这边就好了，啊、没关系。没有，就但是这个没有改。这个就是刚刚的改，就是上面刚刚的前面这个 title 那个 title， 这个对啊，那你就改啊，而且在这边改就可以啊，哦，按编辑，这边可以改啊 ，OK， 哦，就在这里了，对啊，可以改啊，好，等一下，这个好，稍等，这个，你这个可以改掉啊，就改掉，你改掉就好了，对啊，可以改啊，哦，它都在啦，就是它可能升级或是改版，改版一下了，就是变成多了一个，就是 OK， 重来一下。现在没事做，他就搞这个。对呀，他就没事，他就给你改一个有的没的。对，然后让你麻烦一下。好，现在这个进来，这代表说他有更新。对，然后其实是让人家很手忙脚乱。
进来，以前是会直接进沿用，那现在沿用不动了，所以我们就等一下就直接按直播，这个就直播就可以，直播进来以后，然后再来按编辑，直播，然后再编辑，编辑这个日期，对，然后下来啊储存，对，啊，然后比如说今天是08，哎，我想，好了吗？五哥。今天是18，嗯，好 ，shift， 没有动，又好像没有，哎，没有动静。那个什么是不是被按掉了？嗯，那个 number 那个是不是被按掉了？好，有了对对对对 number 那个是不是被按掉了？18测试，对，测试18，先这样子就好了，这样子进来。然后对嘛哈，你进去的话，然后就等到这边抓到了，等到这边，然后这边抓到了，没有，这边要先那个输入，哎，就是这个 OBS。OBS 回 OBS 去那个开始串流。OBS 然后开始串流。开始串流。对，那你这边亮了吗？绿色灯亮了。然后回到这边，他就会抓到。等他一下，他就会抓到。这个就比以前跑很久。以前很快就抓到哈。跟网络是有关系的，是啊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但是不是变化，没有什么，如果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，就让他这样子啊。啊，但是问题也跑太久。不是，因为我们这边都正常了，应该叫，哎，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等，有问题来了，我现在想到了。哦。设定哦，我们这边的哈。串流这边啊 ，YouTube 哈。哎、啊，这里都不能点选啊？对，那个没有，他已经在串流了。他原来的原啊，对，已经在跑了，已经在跑了。结果在这个上面看不到，在这个看不到。我们上次就看到，你现在如果看这边，他已经，你如果现在在这边的时候，好像已经出来了。我那天我发现说，我这个上面没有在动，但是结果在我们的那个上面已经看到了。他说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串流。嗯。那我先看一下设定串流。嗯。这里串流金要贴上。确定。我现在还没有。开始串流。哎，有了，但是金要贴过去了，金要贴过去的问题，所以是金本来是有贴过去的问题，对，现在是金要贴过去的问题，刚金要贴过，刚刚是金要贴过去的问题，好，这个我现在重新贴过去之后就 OK 了嘛，对，因为本来它有一个沿用的那个，要听听看，我那天我去上个星期也是。我发现这个问题开始了吗？开始了，也是像刚刚那个金钥，我发现金钥的密码不一样，就贴过去啊。对，他说我就把它贴过去啊。我不敢跟你讲，如果说他有些沿用，那你就沿用应该是不用再重贴。对对，我记得以前是沿用就可以。对对对，你现在重贴了嘛？你现在重贴过之后，下一次你就沿用，看看是不是沿用。我们来看一下设定，重贴嘛就好了。设定不可能重贴金钥。对，也不困难了。先看音效，这里先吧。然后因为我选的是线路三，上个主日的时候是完全是没有声音，哎，影像是很正常。影像正常。那我们看一下影像，声音都不见了。那边是声音。像其实就是来源是这个。直播几个，直播的几个。为什么不会花？会，确定。以前不是不会花园吗？现在摄影机可能进入待机状况，就熄灭了。没有，那个不像花瓶，刚刚有关掉一次啊，我又开一次啊，啊真的、啊，对，因为我记得装电池又等一下不会花，没有，因为我们刚刚点不是，因为我们刚刚有给人家重新设定。你说那个时候不知道。
也有自动关掉一次啊。现在摄影机有自动关机的这个现象，那个应该不能自己关掉，对。嗯，把它关掉嘛。啊，对，把那个对，对，把这个关掉。好，然后那个模式，演示模式也关掉。演示模式关掉。演示模式，对对，演示模式。然后再来看会不会再熄掉。对呀。所以那个游戏现在。对，那个问题。演示模式要特别写下来，就是这个演示模式上次没有关，就后来去给那个他们的原厂看了，原厂看了他说没办法，因为那个好像讲了一堆，后来发现其实就是演示模式要关，它是可以关的，它是可以关了就没事，所以是演示模式的问题。很正常，很正常，麻烦他嘛。